好了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我说过的，聘礼由我来准备。哎，不用那么破费的。掌柜的。哎，阿月姑娘来了，来来来，我这儿有很多你喜欢的书啊，来，来啊，看看啊。 我什么时候看这种书了？我看的不都是正经书吗？哦，阿月姑娘，这是你相公吗？嗯。哎呀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呀！难怪阿月姑娘有日子没来小店了。她平时喜欢看什么？她喜欢……哎呀，我什么都没看。店家，不麻烦你了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去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店家，把她平时喜欢看的全拿出来。 我都要了。好嘞，哎，公子您等着啊。哎呀，公子，这些书都在这儿了。《与君长相思》，《驸马的凄惨人生》。其实，我平时都是不看这些书的，我就是晚上睡不着，偶尔看一看而已。你不会不喜欢吗？怎么会呢？ 这怎么说也是学富五车了。这不还有本《三十六计》吗？哎，前面还有俩字呢，《御夫三十六计》。现在闺阁女子都喜欢看此书，已经出到第10卷了。哎，你都要吗？嗯，不用不用。我就不陪你逛了，我去找找星辰。虽然咱们是私奔，也得有娘家人见证，是不是？走了。